抱定这一个死巨啃，不问开悟不开悟。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路频道，点赞并转发本视频，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，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。莫为无心便是道，无心更差一成路。这些话同你们讲，实在没有什么讲头，在你们还以为不十分要听，因为个人的心行上差得太远。我亦不能不尽我的天职，只好一层一层讲下去。用功的人，对于世间上名利、荣耀、冤亲、贪爱、嗔恚等等，总名世间事，必须要死，还要死得一点不许存。古人讲，大死大活，小死小活，就是此理。怎么叫小死？这是别名，就是小悟。大活，亦是别名，就是大悟。如何是小死呢？身死，就是小死，身上的痛痒等等一概不知，与一个活死人差不多。身虽死，心没有死，心还是活活泼泼，就是小死。大死呢？就是身心俱死，心死，只许念佛是谁心心用，念念用，茫茫的用，虽然这么用，还不许知道是在这么用。若要知道有念佛是谁，有茫茫的用，心就没有死。那么以何为铁证呢？你的心大死了，我要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能答我，你就没有死。要你答不出名字，不晓得叫什么名字，才许你的心是死了。我问你，大死没有？现在七个七答下来，功夫不用到大死，怎么可以大活呢？大家站这里，俯心自问，堪死到了什么程度？但是，这许多话，不是我信口开河的，我是从这条路上行过来的。古人的话，你们不相信，我也不相信，何以呢？没有看见，怎么会相信呢？我自己行过来的，说到你们听，大概要相信。我在金山住的时候，四个人共一个位子，刚巧的，四人名字都是妙字，妙某、妙某，内中有我师弟叫妙峰。维纳常常讲，人家三秒三菩提，你们四秒四菩提，倒好玩。我是一个人独在地下，他们觉得难为情，常说，妙师傅，你坐位置吧。我也不理他叫我不叫我，我照常坐在地下。我那师弟老要与我讲话，我也不理他，他说，你是湖北人不是？我说，念佛是谁？他说，你叫妙数，法号静如吗？我说，念佛到底是谁？他说，你大概是我师兄。我说，念佛究竟是谁？他弄得没有办法，一个冬好几次这样问，我皆如是答他，他要我讲一句话，了不可得。到了正月七头，他回小庙，师父问到他说，你师兄在金山住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，我是知道，我与他讲话，他总不答我，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的。师父讲，快去把他带回来。他就来金山，一把拉住我说，我说你是我的师兄，你总不答我，原来真是我的师兄。我说，念佛是谁？他说，不管是谁不是谁，你跟我回去。我说，念佛是谁？他说，师父特为教我来带你回庙的，你不能不回去。我说，念佛是谁？他弄得没有办法，便拉住我说，你这个人太无道理，回去看看师父，也没多远，就在句容，为什么不回去？我说，念佛是谁？他把我放下说，罢了，罢了，他回去了。你们想想，
我那个时候把这许多最要紧的应酬都死得光光的，还有我在吗？你们还有几个人照我这么行？恐怕你们不但林丹共位的知道名字，西东丹的人都知道名字。你们想想我那样子为人，至今天有40年还是一个平常人，你们的功夫不用到这里怎么想开悟？可怜你们没有一个人肯抱定一个念佛是谁认真的死去，抱定这一个死去肯，不问开悟不开悟，终归用功一直死去，死下去死透了还怕不活？你们不但不肯死，还要东想西想，想出一句两句话来安排比喻，一下子以为对了，这就是我的功夫，你们苦恼不苦恼？再则或者可以死一下子，早晨死去到晚想想不对，死得没名堂又不高兴死去，要改改话头。就如早晨栽秧晚上就要收稻，没有稻子收耕掉再种豆子，就是这样的。你们看这样的功夫还能算是参禅吗？你们大多数是这样的，你们自己问问自己对不对？俯心自问，照你们这样功夫我还要向你们讲吗？可以呢，我讲到那里要你们行到那里，你们行的就是我讲的，你们这样的行才对，才说言行相应，我讲到那里你们跟不上来行，不是白讲吗？虽然这么说，你们几十个人总有几个功夫深入的，不要多，就是一个人功夫到了我讲的这个地方，不能说一个没有，既有这么一个人，当然我要替你这一个人还向前讲。你们对于这一个死句子念佛是谁一直死去，直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，这样的行是怎么行的呢？要你把念佛是谁用到不知有念佛是谁，人也不知我也不知，人我怎么不知呢？人即是世界虚空，我即是这个肉身体，教下言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，宗门下不是首先把世界虚空要忘了死了，那么世界虚空既无，我在什么处？我这个身体既死了，身上的痛痒穿衣吃饭饥寒还有吗？既没有这许多，一定这许多都没有，还有名字在吗？你们想想对不对？那么内也忘了外也死了，还有我们中间一个念佛是谁在？念佛是谁是要参的，首则历历明明的参，次则清清澈澈的参，再则精进勇猛的参。你参到这个时候绵绵密密的，我问你世界人我虚空还有没有？你说没有，很好，再问你我还有没有？你说也没有，很好，我再问你你的心还有没有？你答一句无，我问你心既没有，口里的话那里来的？你要说有，我问你这个有心是在念佛是谁上，还是念佛是谁在有心上？大家答我一句看，我要看看你们的功夫到了什么程度。发起心来参。